自民国59年完工启用到即马，已经11年。安南区土城国小游泳池因为设备老旧，需要整修。学校预估整修费用大约是300万。对此，透过上市议员郭信良、甲立委陈廷飞等人，邀集教育部体育署、甲市府体育局会勘，希望争取中央补助经费。台南市安南区人口数大约26万人，不过各中小设有游泳池的学校只有3座，其中土城国小游泳池自民国99年完工启用到现在，已经11栋，除了面顶防拍网曾经换过，地坪巷墙面因为破损严重，必须重新整修。但碍于经费，加上学校阁无算偏远学校，会当争取到更加侪经费补助，因此校方向前议长郭信良、看立委邓廷辉等人，希望争取中央经费补助。那这个设施已经这么久了，有破破烂烂，学董在学习过程当中非常的危险，所以麻烦陈廷辉委员还有体育局呢，教育局、体育署一同来这边来做个适当的处置，改善整个的环境，让他们有好的学习的地方。土城国小的今年要做18栋，100年，我觉得一个百年的学校，其实更需要我们来关心它，投注更多政府的预算跟经费，而让它不要让它是一个百年老学校，而是百年的新学校。对此，立委邓廷辉要接体育部体育署、康市府体育局会勘。在体育署专委和两位专家合作建议之下，希望地坪会当用洗浊方式施作，甚至围墙也当设计洗浊方式，避免油漆日后褪色，阁需要重新施作。另外，游泳池加起增设太阳能的部分，专家建议，如果加起将影响到游泳池日拍的时间，恐惊缩短游泳池一旦使用月份。记者孙英和南区采访报道。